Hello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是凯凯。然后今天看到转角名字不是发君爱讲，那是因为我现在开了一个新的账号，在291服。那如果有就是对于这游戏新手的，也可以来这个新的，今天八点的时候刚开的新服，然后可以来河北，然后这个我现在在同仁很多东西店。啊，我的名字跟现在这位盟主很像，我是他朋友，然后我只是从原本的西湖，然后来到这里新房，对。然后接下来就是大家都那个嘛，现在都在说那个新的角色的前十二抽必定会有一只金将，啊，我现在抽了一次，所以接下来我要来抽第二次到六次，会不会有机会在？这个短短的次数里面就拿到一只金将，而且拜托是什么赵云那些的好不好？真的，我那个爱讲的账号都已经玩了一年了，可以连一只，连一只赵云啊，连一只陆逊啊、刘备都没有中过，那种基本上都没中过，三皇完全没中，所以就来看看这只新账号手气如何吧。Let's go， 等一下，我先到我朋友那个。那我变儿子，搞不好在家人家抽会比较会中。OK，Let's、okay, go。Go。主公，您听到了吗？这令敌人恐惧的铃响。真的还蛮强的，干你还蛮强的。然后一只张霸，一只徐盛，徐盛拿来玩个弓。张霸没有用，看来新账号的手气还不错。那以下就是我今天影片的内容啦，喜欢我的影片可以按下个订阅，按下个喜欢，那也可以欢迎分享我的影片。我是凯凯，下次见。